有多好啊？老师今天上课提问都没答出来，就我答出来了。问的啥呀？老师问谁没写作业，我大胆的回答了，我没写。我操！喂，你是不是叫林姐？对呀，我是啊。我在时代新城等你，限你一分钟之内到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到了。这是你的快递，记得给个好评哦。哇塞，没谁。大哥，对方已经打过来了。对方多少人马？200多人左右。贤弟，我先走，你帮我当空。好。啊！你为何打我？你不是叫我帮你断后吗？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？行，她只有一只眼睛。对啊，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那时候告诉我了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，她一眼就看出你了。我叫门铃了。小胖，最近在学校里边表现怎么样？表现很好。学校里面盲目跟风，我就不跟风。很好。最近你们学校流行什么风？大风、龙卷风、羊癫疯。